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呢，久违的要来玩极速领域啦！最近也都在玩另外一款极速，巅峰极速领域来了。看一下这台最新的 S 联赛车车 S 越野，观众投票出来要抽的啊，不一定够钱抽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特性呢，是有双特性：劲之华、月之怒。它是一台加速带车，每次进入到加速带时呢，下一次氮气可以在加速带上释放，而且可以直接达到 CWB 最大的速。然后进入到加速带，如果你没有氮气的话，它会自动补给你一颗100%。第二个特性呢是开局第二次进入到加速带的时候呢，氮气动力加12%，而且每两次使用氮气可以获得20%的气跟6秒内基础最高速度加8。是一台机甲悟空的 A 车版，然后我们就来攻方抽它8000钻加上这个85个晨光能源，看能不能把它抽到吧。来了 ，Let's go， 我们就一次打造50次，永久。10天，还是我们开10天就好。反正我开完这台之后也是开机器啊，好像可以10天就好了。它有限时的，天哪，好香哦！好了，那就是这样子的啦，10天就好了。毕竟这个游戏现在成本也是比较高啊，另外一款花费也是重了点。不抽满不加敌不关台，这一款没办法抽满，这一款10天 CP 值很高了，留点钱抽隔壁的吧。我们现在的观众也都不嗜血了，居然都会叫我省钱呢，天哪！你是转性，老板原本还已经准备还要帮我花钱买了，我突然跟他说不用了，我没钱了。OK， 然后把它，这次我们把它改满了，改一个右左左左。你看一下这个车的基础双喷，哇塞，它的外观很帅呢。大家有没有看到基础双喷？基础双喷是250.2，然后 WCW， 哇塞， 293.7 ，CWB 看一下。320.6，这都是还没出特性。WCWW 是317.3，刚有出特性了。它是每两次氮气会有，那就是325.3是它最大的速度。看一下它小分时间，小分时间，小分时间没有很长的，小分时间好短。哇塞，它这个小喷的。有点丑，但是开气之后帅烂呢，这就是魔法赛车的威力。什么星际车，超炫炮，真的很炫炮。身为台加速带车，肯定就是要跑一下一路向前吧，好不好？我刚刚也想说要跑 CC， 但是我觉得太闹了。然后他这个跟他讲，他进去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开气，然后就真的很快。这是这个车的强势点哦，它进加速带之后，它下一次的氮气啊，会自动帮你补齐之外，它也可以直接有 CW 最大速度。所以它这其实是挺强。尴尬，弄扁。其实这很强。哦，这个也算加速带。OK， 测试一下。它这个车型很强哎，双叉弹射一下，它这个车型很有料哎，超级有料哎。然后这里有一个 ，OK， 这里 U 甩 ，OK， 开玩笑的。这里在双杀，我会开玩笑的。然后这里这样子又可以直接开气，它是可以在加速带上开气的车。哦，其实加速带真的很强呢，这车真的很强呢，它这个跑法配起来很有料。大家钻石仔要出发了，各位。然后呢，也欢迎大家可以找我左下角的紫燕袋鼠。虽然这一款没有人在出纸 ，Q 飞车也没什么人出纸，没加速带就废了，没关系哟。人就是要看它的优点嘛，我们肯定是要在加速带涂把它吹烂。OK， 这个算你要洗，蹭到墙，延续。这个图有加速带吗？后面有的。他那个光很碍眼，哈。哦，这样子可以补到一颗，哦，天哪，好爽哦！这个车是可以在加速带之前，然后
补一颗氮气起来，然后继续开的。这里 CWF 过来之后，这里延续有没有 ？CWW 开戏在双杀。哦，他这个光过弯的时候会让我视觉感闪掉呢。就他过弯的时候，他左右两边的那个雷射会射到我的眼睛，就没送了。必须要讲，真的不爽。完了，他会影响到，他会影响到我看录完点，就是他会有一个光闪过，然后我就视觉就飘掉了。果然还是拟真竞速赛车手游比较不伤眼，那个光这样子，那个很像光剑一样朝你的眼睛闪过来。车神，啊，这个现在是有真人的吗？居然没有那个、欸，不要讲。卡西，哇，没有续到，加速带来了，啊，他也不用再补哎、欸，好香哦。哦、这里还可以开气，哎、欸，我怎么被墙壁吸进去了？OK， 这里再过来吧，直接不补了，直接硬凑一颗。轻杀，然后这里一二 ，CWW。哦，他两次氮气还会给那个，还会给20%的气，其实也是很强。关键时刻可以补气，但是氮气长度明显是比较少的。W W 有没有？这就快满。这里过来。然后直接硬吃这颗，一二三四五，弹射 ，OK， 哇，强啦！主播怎么没有玩巅峰极速？偷偷看已经玩2.5小时了，不要再巅峰了。但今天也不会玩太久这个，主要就是上线来看一下，剩下的要等我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再继续玩。他只要不要烧我的眼睛，我都可以接受。哎呀，弹射！延续。W， 一、二、三，哦，这也可以再开一颗，哇塞，好香！要去日本玩几天？啊、理论上是6天，但实际天数是7天，很久没去日本了，要去吃吃好料的，到处走走晃晃，顺便来去哈利波特一下，我要来去加入史莱哲林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游戏偶尔打开一下还是挺好的。魔法赛车的魅力就在这里。那个夜明沙都吧，夜明沙都，漂亮，声控选图。我还没续到，哇，这个车的氮气真的比较短。自动补满气。哎呀哎呀，没有那个尴尬，这个车跑法应该那边是可以换。OK， 我们这里就，哎呀，没吃到那个加速带，好亏，超亏耶！哎，这个也算加速带，
哇塞，那这图很香哎。因为他吃到加速帅之后，下一个氮气是 CWB 的速度，所以你等于可以直接不用点，但要习惯一下他的氮气是没那么长。WCWW， 然后这里可以直接放一颗吧，因为反正会自动满气。哇，这真的很香。然后这里也会满，然后这里也会再满一颗，这里可以直接放掉。但好像搬来怪怪的。哇天哪，跑出了大变成绩。没事啊，大家觉得这个车怎么样，对吧？我们肯定是看车的吧，这个成绩什么的就算了。是谁？哎，出了点意外，各位。OK， 这里会自动满气。啊，忘记了，这里会自己满。我是会忘记耶。然后这个车转向我觉得也不错，这都转得动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干嘛了？等。哎呦，怎么了啦？轨道车跑法跑出来了，就先开到这边，下一次我们再来打开这个游戏。它还有两张的新图啦，然后跟 R7 可以来玩一下。